爸，你等了多久了呀？孩子，我们盼了3年了。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年级姚逸翔8岁，来自北京，酷爱自然生物，通晓历史故事传说，火星憨豆出奇制胜。我们的少年天团的成员姚逸翔，从外表上看起来呢，他非常的憨厚，看着又很可爱。不是啊，我觉得我挺难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挺胖。啊，很有自信，哥哥小时候跟你一样。那您后来怎么变这么帅呢？是你长大，你也会慢慢的就是个子长高啊，随着年龄，对啊。You think I've been wondering if it will fix you, then wonder why sorrow's never left you. I'm talking about blue eyes, blue eyes. What's the matter, matter? Blue eyes, what's the matter, matter? So blind, so blind. What's the matter, matter? Blue eyes. 两手牵过胸口，今天我们开始靠上，这样的，来来来，这样就像牵着你的心。2016爸爸去哪儿第4季萌娃总动员博米萌娃就在你家。